女人叫做小温，她长得貌若天仙，所以在外面经常会遭到陌生人的骚扰。为了自身安全，小温经常购买各种各样的防狼工具。就在这天，小温刚刚买了一个新款防狼工具，可她刚出门就遇到了两名小偷。只见他们俩撞向一个女人，趁机将女人包包中的钻石给顺走了。当女人发现自己被偷后，赶紧大声喊叫。此时正好有两名警察路过这里，小偷为了不被抓住，于是就把钻石偷偷地放进小温的包里。很快小偷被抓住，就在他们被带走时，乌鸦突然出现。只见他对着小偷就是一顿输出，趁警察不注意时将他们两人放掉。原来乌鸦和他们两人是一伙的。当小温回到公司后，他就发现了那个装着钻石的袋子。可就在这时，男朋友打来电话，男朋友告诉他自己在缅甸被抓，需要20万才能够放他出来。男友告诉小温，不管他用什么方法都必须要弄到这20万，要不然自己的小命将会不保。一听这话，小温也慌了，他赶紧四处筹钱，可他借了一圈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中午小温吃饭的时候，他又看到那个袋子，当他打开后，这才知道里面竟是几颗明晃晃的钻石。自己本就缺钱，如今有了这几颗钻石，自己就可以去救男友了。为了不让人发现，小温把钻石全都藏在钢笔里面。而这边的乌鸦就惨了，他被黑老大抓来一顿暴揍，黑老大还威胁他，如果找不回钻石，别怪我翻脸无情。没有办法的乌鸦只好再次假扮警察找到小温。在这里，乌鸦不仅没有找到钻石，反而还被小温戏耍一番。就在小温要逃走的时候，不成想黑老大竟出现在门口。小温一眼就看出黑老大不好对付，于是他就谎称钻石已经被自己邮寄到缅甸救男友了，甚至还拿出来一张邮寄单。黑老大相信了他，于是就让他去缅甸把钻石拿回来，并且还让乌鸦一路陪同监视。黑老大还特地交代乌鸦，如果小温胆敢使诈，就将他杀死。之后小温想尽各种办法甩掉乌鸦，可乌鸦对他了如指掌，总是能够轻易识破他的诡计。由于没能够甩掉乌鸦，小温迫不得已和他一同飞往缅甸。在来到缅甸后，他们俩假扮夫妻，乌鸦害怕小温耍诡计，于是就要了一间房严防死守。但小温早就想好了，就在乌鸦洗澡的时候，他准备偷偷逃离酒店。可他刚刚出门，就发现自己的护照竟然被乌鸦给藏了起来，无奈的他只好灰溜溜的回来了。晚上休息的时候，乌鸦害怕小温再次逃跑，于是他就将其绑在床头。可小温哪有那么温柔，他不停地大喊大叫，被逼无奈下，乌鸦只好打开小温的手铐。深夜乌鸦已经熟睡，小温则是趁机将乌鸦的内裤剪开，将他藏在里面的护照给拿了出来，并且还把乌鸦的护照给扔到了大马路上。在做完这一切后，小温就询问服务员怎么才能够去仰光。服务员告诉他可以坐明早的飞机前去，可小温害怕乌鸦醒来后再将自己给绑起来，于是他就打了一辆三蹦子前去。可小温的运气并不好，还没走多远就遇到了政府军和民兵的激烈交战。在躲闪时，小温再次遇到了乌鸦，乌鸦救了他一命，因此两人不再是对立关系，反而变成了盟友。两人逃出来后准备去仰光，可这里离仰光还有700公里，无奈之下两人只好找到政府军帮忙。不成想他们不仅不帮忙，反而还将两人搜刮一空，那只钢笔也被他拿了去。乌鸦本想着就这样算了，不成想小美却将乌鸦推搡出去，然后找到军官要回钢笔。此时军官看到长相漂亮的小温，于是就起了色心，只见他一把被军官按在墙上。门外的乌鸦正好看到这一幕，他心生不忍，趁着他们不注意，乌鸦再次绕回军营。进来后他直接一拳就放倒军官，然后乌鸦换上军官的衣服准备蒙混过关。可他们俩刚刚出门，军官便醒了过来，眼见两人要跑，他赶紧让人去追，是要报仇雪恨。这一路上枪林弹雨，他们两人一路狂奔，在跑了一段路后，车子竟然没油了，于是他们俩就藏了起来，趁机还解决了几名士兵。之后两人骑上摩托继续逃亡，路上乌鸦一个不注意，直接就将摩托车开进河里，两人落水的声音很快就将岸上的鳄鱼给吸引过来。两人见状拼命地向岸边游去，就在马上上岸时，小温突然被追上来的鳄鱼咬住了衣服，乌鸦见状赶紧将他的裙子脱掉，这才救了小温一命。之后两人来到一个小村庄，由于常年战乱，村子里早就没人了，他们俩找到一间茅草屋将就一宿。由于两人白天的患难与共，如今不再针锋相对，小温还告诉乌鸦自己准备用钻石赎回男友，乌鸦也告诉他自己想救出两个手下，
可如今只能事急从权。乌鸦让小温明早先拿钻石去救男友，看到如此大度的男人，小温的内心泛起一阵涟漪。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两人淋成了落汤鸡，无奈的两人只好抱作一团。可就在两人准备下一步动作时，茅草屋突然塌了。乌鸦见状，赶紧把小温给抱进怀中，自己被倒塌的茅草屋给砸伤。之后，两人又找了一处避雨的地方。当小温醒来时，发现此时的两人紧紧相拥。乌鸦醒来后，肚子饿得咕咕叫，于是他就准备抓一只小猪烤着吃。不成想，乌鸦没抓住猪，反而被起义军给抓住了。就在他们准备处罚乌鸦的时候，女统领认出了他。原来那天交战的时候，乌鸦无意间救了女统领一命。就这样，乌鸦被放了下来，女统领盛情款待了两人。两人在宴会上大吃大喝，把这两天没吃的食物全都补了回来。女孩为了男友来到缅甸，不成想半路遇到了死对头。之后两人经过多日相处，慢慢的互生情愫，虽然没有表明，可他们俩却是非常的暧昧，就连看对方的眼神都显得那么柔情。这天中午，两人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军官竟找到了这里。两人本想逃跑，可他们早已经被团团围住，无奈之下，两人只好投降，再想办法。不成想，军官先是控制住小温，以防不测，之后军官就让乌鸦和自己的手下来一场决斗，如果赢了就放了他们俩，如果输了立马就杀掉他们。可对方手里有枪，无论如何自己都赢不了。但为了心爱的女人，乌鸦只好拼命一搏，但乌鸦寡不敌众，被他们一顿暴揍。就在军官准备处死乌鸦的时候，起义军突然杀到，把乌鸦给救了下来，但小温却被军官给带走了。一路上，军官让小温开车，在找到机会后，小温一个急刹车，直接就把军官扔出800米，接着小温便开着车子前去营救男友。很快小温来到，他交出钻石，成功救出男友。可此时的他心中早已经没有了男友，在将男友救出来后，小温并没有直接离开，反而趁对方不注意直接将其打晕，然后把钻石抢了回来。随后小温就让男友换上衣服，准备蒙混过关。这边起义军也打到了这里，混战中乌鸦四处寻找小温，当他看到小温和一个身穿军服的男人在一起时，直接上前就对其一顿暴揍。事后小温告诉乌鸦这是自己的男友，瞬间就尴尬起来。而男友此刻已经发现两人的不对劲，碍于自己武力值有限，男友也只能忍气吞声。之后他们三人就跟着起义军离开了这里。在路上，小温把钻石还给了乌鸦，让他用钻石把自己的手下救出来。可此时的乌鸦并没有半分高兴，反而还有些失落感。而小温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很快几人来到救援地，可直升飞机只能够乘坐两人，男友不管不顾直接上了飞机。而小温和乌鸦都想让对方先走，但乌鸦一把将小温塞进飞机，自己则是留了下来。就在飞机起飞之时，小温选择在飞机上跳了下来。此时的乌鸦看着飞走的小温，心中更加失望。也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乌鸦回头一看，正是自己心爱的女人。此刻两人不再掩饰内心，双向奔赴，就这样一对欢喜冤家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电影到此全部结束。这是一部上映于1991年的爱情电影《蛮荒的童话》。这部电影是由卢坚执导拍摄，由张耀扬、温碧霞领衔主演。相信大家都看过张耀扬所演过的角色，而这么温柔的张耀扬估计谁都没见过吧。在电影中，张耀扬一改往日的嚣张跋扈，这一次他懂得了怜香惜玉，虽然有些霸道，但是却不那么凶狠。温碧霞更不用多说，清纯可爱、美丽性感的一面全都展露出来。电影中有很多亮点，影片是由爱情故事和冒险相结合，动作刺激让观众更好的观影，演员们精湛的演技更是无与伦比。电影中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故事情节过于简单，显得电影有些仓促，可能让一些观众意犹未尽，还有一些角色塑造的不够深，缺乏一些背景和动机。电工将爱情和冒险相结合，这种创新的题材组合为香港电影提供了新的思路，之后便可以借鉴这种题材拍摄更多有创意的电影。影片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处处充满了惊喜和意外，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各种危机，处处小心应对，每一个情节都很好地抓住观众的心理，尤其是在面对生死抉择时，主角展现出来的坚韧和勇气实在是令人敬佩。在电影音效和画面来看，它呈现出一种很浓郁的异域风情，
优雅的风景和紧张的气氛相互衬托，为影片增加不少的美感，而恰到好处的音乐从而引发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观众更好地产生共鸣。电影所传达的主题非常的有深度，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它更是探讨了人们在极端环境下的善恶以及爱情的力量对于人性的深度挖掘，更好地引发观众们的思考。总体来说，这部电影以独特的魅力和精彩剧情呈现给观众，演员们出色的表演完美地带给观众一次难忘的观影体验。